そう。我感觉我这个头发逐渐要这个越来越近了。我眼角一直都有一颗痣啊，不会今天才发现吧？是人就有发疯，这个礼物的特效着实是有一些这个，怎么说呢？浮夸。我平常也这么画眼线，可能是因为你平常，也是平常我很少把它扎起来，所以看不出来吧。哦，我知道，有可能是今天做的比较低。嗯。太可怕了。这个礼物真的是挡弹幕一个好手。这去哪儿都需要核酸，我比食品保质期还短。所以我也只能先忍了这个头发。天，好早。还好今天我这个视角比较低啊，不然这也是挡脸的一个好手。对呀，对呀，是这样的。我发现我怎么感觉我的刘海是最滑的？我怎么觉得后面其他地方的头发都很正常，只有我的刘海无数个颜色。说感激好忘忘涂睫毛了，谢谢这位朋友的权杖。我说怎么感觉今天我的眼睫毛消失了？我看了半天，我总感觉哪里有些长得不太对劲。就忘涂了呀，就是忘了，只能这样。找到的睫毛，只能这样找到的睫毛。
太感人了。嗯，可以呀、啊，你要是想问就问吧。像我们这种江湖骗子，一直都是来遮不住的。给你们看，今天大师还拿这个叫什么簪子挽了个头发，但是没办法，头发太多了，只能掉一掉，掉在后面。哦，你虚拟偶像皮套人。虚拟偶像，我不太了解虚拟偶像。虚拟偶像他需要什么事业？就是这个送礼物比较多这种事业呢？哦，那你能说数字啊？哦，我不是很了解虚拟偶像，感觉就是只见过那种就是这个直播的皮套人。他们这个动捕很灵敏。主要是刚洗完头，实在是这个夹不动了，所以偷了个懒，只夹了前面两撮。这个懒偷的好像很大哈，没关系啊。哎呦，哦对呀，这谁没事给自己点一个呀？人家点那只肯定点在这儿啊，谁会点这儿啊？当不当正不正的？你这个，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虚拟偶像，虚拟偶像他这个偶像事业是不是主要就是靠这个叫什么直播？看他的这个营收。有签合约，这好像回答了我，又好像没回答我的样子。就他们除了这个收入以外，他们平常有什么其他的吗？什么总选啊之类 B50 没有。啊，没有。那就感觉好像更多的是要看收入啊。看一下。对，不太了解。很多课程。皮套人也要上课。现在都已经内卷成这个地步了。嗯，好震惊啊！好震惊，好震惊！虚拟偶像好，虚拟偶像绝不会塌房。总不能穿模吧？这我觉得这最严重的就是穿个模了。皮套人要变声啊！
你喜欢的这个皮套人他火吗？他看起来最近直播收入不是很好。都虚拟偶像，谁管他这个皮下是谁啊？你最近你推的这个虚拟偶像最近整不出来活了啊，刚起步啊，刚起步就要往下走了哦。谢谢谢谢这位朋友的皇冠。怎么你也想你也喜欢皮套人？大家一下子没想到这个直播间里面大家都是偶像厨。你想看看你的这个你喜欢的这个虚拟偶像出道即巅峰啊，你觉得他出道他巅峰了吗？出道即巅峰就太惨了吧。啊啊对呀、啊、不行啊。你喜欢这个虚拟偶像，没想到现在虚拟偶像事业都有阻碍了。能不能换个画师什么的，给他这个给他这个膜画的再精细一点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啊，最近刚出了新版，换画师了，画建模师了，换建模师了。虚拟偶像，挺难搞，啊，画的更丑了，完蛋了，这可怎么办、啊？作为一名偶像，变丑了是原罪呀、啊，这可怎么办？还是个虚拟偶像，一般来说是不会出崩图的，更丑了，哎呀。好惨啊好惨啊。大师看了看，感觉你要不然换个虚拟偶像喜欢吧，世界上的虚拟偶像千千万。因为你喜欢这个虚拟偶像，感觉好像他也是，他这个也不是说那什么吧，就是他现在啊，他心里面他是想搞一搞的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我也喜欢搞一搞，整整活什么，整不动。”然后就只能越来越消极了。最后这个泯然众人矣啊，就是。变成了一个万千虚拟偶像其中一个。嗯，大火靠命啊！不过感觉这个叫什么，秋天应该会有点起色。但这两个月你就挺着吧，好可怜的虚拟偶像。虚拟偶像它贩卖的是一种这个那个啥，知道吧？为啥一样好奇你的这个皮下是谁呢？对呀、啊，有的人就喜欢纸片人。那大家也知道，纸片人后面都是人画的，然后都是人配的音。那大家也喜欢纸片人，这不一样。嗯。啊啊啊！谢谢谢谢。都这个都差不多啊。
来，这是另外一个喜欢虚拟偶像的，你也想问问你喜欢的虚拟偶像，大家现在怎么都这么喜欢虚拟偶像？这给我们这些真人偶像很大压力啊。刚刚都说完了，你看你这个叫没有仔细听我讲话。你的，等会儿这什么东西啊？你的偶像小王和皮套人的 CP。你的偶像小王这每天都是什么神奇的内容？太可怕了！你给我两个数字吧。他跟皮套人组 CP 了，他跟人还跟皮套，他一个人还跟皮套人组 CP 了，不会倒闭啊，我看看会不会倒闭啊。你的倒闭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偶像活动停止是吗？毕业啊，我看一下。但一般来说，虚拟偶像很少会，很少会就是那个吧。啊，哦，可能人家回归现实生活了。啊，这很正常。所以说没事儿，不要去看这个，大家怎么就这么了解？这有点触及到我知识盲区，大家怎么都这么了解？你看，我不看热搜，我这是属于我不好奇的东西，我是完全看不到的。但你不说他是新出的吗？新出的应该没那么快毕业吧？他画一个模不得好麻烦呢。秋冬还是有点起色的，这应该不怎么，应该还好啊，不着急不着急。刚才说自己这个偶像小王和他的皮套人 CP， 你怎么还没有给我数字？我感觉我自己好像在说一个绕口令一样。偶像，我给你打到备忘录里面，都要打好多字的。想问你和你这个偶像和他的这个皮套人 CP， 你想问什么呀？他们能不能火？他们能不能这个 red？ 啊，他们是真的吗？他跟皮套人是啊？不是一个次元啊，这也。这也行，
太神奇了，你们这一个个的问题好像都在这个重塑我的世界观。啊，对呀，我之前就从来没有了解过这些东西，你们现在给我整的的确是让我有点震惊。这你都知道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咋，你在现场？哎呦呵，真是一个叫什么跌宕起伏的故事啊，真的是。看一下，这我这么一个模糊的画面里面是怎么看到我的眼妆？有没有种可能，我从小到大眼睛都一颗痣啊？平常可能很少这个啊，那说实话，你喜欢这个小王，你的偶像小王，他真的没有对象吗？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？跟你，我只能跟你说到，我只能跟你说到这里了。就是三个人的故事令我困惑。你再品品我刚才说的那句话。后面我就不说了。你给我发个翻盘，我跟你细说。我不敢在直播里面说。但是你怎么好奇这种事情？啊，对呀。
就是看个人的意愿，主要看我的意愿。今天嘴巴好干啊。的确，我也是头一次听说。好了，你这个不要再说了，再说一会儿大家猜出来是谁了可怎么办？啊，对呀，对呀。可能发型也会这个决定很多啊，刚洗完头肯定头发蓬松。我这现在不也是右边吗？啊，对呀，我这现在也在右边了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刘海一直都在右边。不是啊，当然不是，我刘海一直都在右边，因为我这是镜像的，所以这面是右。那肯定，我是做不到每次都长得一样，还没有学会这个复制粘贴的啥的。这个头发掉色了，显得人很黑。我这都跟我自己脖子一个色儿。平常我的爱好都是这个，就是巨白，只扎人那种。狗在那睡觉嘛，都这点了，干嘛不睡觉？不要说的好像第一次见我一样，好吗？我跟你们说，最近我在做这个冻柠茶，加了无数的糖香，才跟外面奶茶店一个味道。证明什么？证明大家平常喝的奶茶都得加了多少糖浆。这玩意有啥难呢？就是加红茶、加糖浆、加柠檬了。要是不加糖浆的话，就是也能喝，是能喝，但是很苦。我觉得一杯成本应该蛮低的，因为我跟你们说，一包那个茶，就是那种泡的红茶，一盒里面有十包，但一盒一般才十五块钱左右。两个柠檬一般也就4-5块钱。然后一升水就可以倒很多很多杯，一升水才需要用4个茶包。啊，对呀，啊，对呀。但是说实话，我用的这个
成本已经挺高了。谢谢谢谢这位朋友权杖，你不会也有什么事情很好奇吧？别赖皮套人了，救命了！我这一天光看皮套人了。这么难问吗？这个问题难以启齿，还是说单纯只是想给我送一个礼物？咋感觉脸有点歪呢？下次换边吃饭。你这个头像也是非常可怕。谢谢谢谢朋友圈证。嗯，这个咋办？这个人他不想让你看头像，让我看看你的头像。是个狠人啊，说话。谢谢谢谢朋友一点，你不用排队，你可以直接说。他只是想让我这个讲讲他的这个头像。你可以先说着你的问题，我跟你就这个头像，怎么说呢？狗蛋看了之后，狗蛋就摇摇头说这不是他。听没听过一句话，就是猫太像人就很丑。他现在就已经这个贯彻落实了这件事情，太像人了。你明天会不会被骂？你干啥坏事了？明天会不会被骂？太奇怪了。好的，稍等啊，我去给自己涂口红，嘴巴都白了。我回来了。
好像那个也没好哪去啊。我看一下，你先说说你干了啥，因为我看起来的确会被骂。就是你怎么可能一个人啥也不干为什么会问自己明天会被骂，这不符合逻辑。肯定是你觉得说你干了个什么事情，然后你明天你去上班一定会被骂，这样才是符合逻辑的。你今天休了个假，你自己给自己休的假，哦，你正常来说，你就排到你休假，你为什么会骂呢？嗯，然后你说因为我今天我放假呀，我就休假了呀。嗯，那你的确会被骂啊，不用想，你的确会被骂。虽然这个主观上面也不是你的错，但你为什么会被骂呢？肯定是有人给你推波助澜了。我给你想别人会怎么说。你不今天睡了一觉吗？你睡了一觉，然后你这个你就没接到这个什么电话，或者说你睡了一觉没看到消息，肯定会说他休假就不开声音。大家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，即使你放假了，你手机妈吓了跳，这橘右京怎么又开始说话了？请阁下再说一次。吓死我了，周围似乎有些嘈杂，请阁下再安静一下，再试一下。吓死我了，真吓死我！就肯定人说，虽然排到你休假了，但是这个今天。让你休假你就真的当自己放假了，然后就啥也不看啥不管了。谢谢朋友。对呀，你看你自己都已经想到了，然后加上现在这个是火月嘛，就是全都是火，然后本来就有一个震，就容易这个震动暴躁。你看，哎呀，你看，就是肯定会被骂啊。没事儿，被骂能咋的？为啥骂你？想骂你就骂你，还要挑时间吗？不知道，我看了完年历。所以嘛，就反正人家就是想骂你，你干啥你也逃不过。你不然就是骂我就骂我，我就听着，听完我就忘啊，不用在意这种事情。左耳朵听，右耳朵冒。这个永远不要去管领导为什么骂你。
啊，对呀，你看，上次又憋着蓄力呢。永远不要想老师为什么想骂你，老师想骂你他就骂你。你怼呗，你怼，反正你们俩就打起来呗，就吵起来。对啊，你最坏的结果也就这样。再坏点结果，你一气之下，你辞职了，你不干了，你走了，你换个地方继续干干活，啊，不耽误啊。这毕竟咱现在是个法治社会，你再打还能打成啥样呢？你领导是个男的吗？一群男的，那你就听着骂吧。群男的，我也不知道该说点啥的。本来还想蒙一蒙，说啊，是不是你明天可能是个男的骂你？你说一群男的，总不能一起骂你，也不能啊，不至于啊。好的。哎呀，我看看啊，两三个一起骂你，你都已经想好了这个该是一个怎样的场景了是吗？先跟你说，去办公室一趟，然后大家开始就指着你骂你，问你为什么这个工作日你不开手机，让你休假你就真当自己休假。Interesting 啊，那你别叫了，没有用啊，就这样吧。就是建议你呢，明天骂你的时候呢，你就听着，不用跟他讲，他骂你，他说你为什么关机？他说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说是是是，好好好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不要这个针尖对麦芒啊！对对对，你看是吧？所以说你就这个忍着吧。就是这个平常日常生活中就能忍则忍。啊对对对啊对对对。不然咋办呢？不然能咋办呢？是吧？你看大家每天经历的事情，真的是离谱。
总感觉今天能搞一个这个最离谱的最离谱的故事会是谁的故事。不知道，要不然你们打市民电话问一下吧，天天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就是每天不止你们问我，好多人都问我，每天我睁开眼睛微信全都是问我的。估计我得团个飞机回去。这个一些事情一些东西我也不能说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我肯定比你们任何人都想我回去，因为我这个耽误和取消了很多工作，所以不用天天问我了。对呀，本来就是啊。所以说就不用再问了啊。谢谢这位朋友的选择。你有啥想知道的呀？换一下理发店会变丑还是变好看？假如你觉得你现在经常去的这个理发店很好吗？反正我目前我觉得我去的所有的理发店都会让我自闭，最后觉得不如直接这个靠我自己。别出字吧你。火。怎么说呢？我等等仔细看一下。
没有，因为我得这个，他有的很容易看懂，有的不太容易看懂。这边建议你呢，别换了啊。很多我看不懂，就是看不懂，很正常，全靠个人理解，毕竟我也是靠坑蒙拐骗的，我不是那种这个掐指一算的，好吧，别换了啊，别换了，就你去了你就知道再剪一次，本来头发挺长的，到最后剪成那个板寸了。为什么我这个刘海中间有条缝？对啊，板寸不行，所以说你别换了，兄弟了，才有多少头发呀，别剪了啊，不是别剪，就是别换了。烦死了。日系的啊，日系的。那你就长长点吧，蓬松一点，自己拿那个摩丝抓吧抓吧，也挺日系的。它不就是蓬松吗，就是这个有的时候也是这个，有的就是乱糟糟的，不是说所有都是，有的乱糟糟的，你看我现在就很日系，因为乱。嗯，是很有感觉，就是可能只有他们的这个造型师做出来很有感觉，但是就是我们要是做出来，反正我做出来就很奇怪。没办法，并不是所有风格都适合我。我没换风格，一直都长这样。为啥我喝总是把这面喝掉呢？唉，一边喝一边擦嘴。谢谢这位朋友，这个叫做权杖。你又想要什么？掉学业，好乱。就是为什么我洗完头之后刷上去一半的原因，
不然真的很麻烦。给数字了吗？看一下，高考啊，给了。平常多少分啊？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就大概这个，就是大概一个什么什么线。你们满分多少分？我突然发现我不了解别的地方的分数。满分多少？满分450，你300多，总分660。好像差不多，这好像跟我们那边差不多。看看，我发现了，我离这种东西太远了。就你其实你说的这个分儿吧，我也没什么概念。就是迷惑了一下，对，没有什么概念。对，所以我在这块就沉默了一下。当然可以点歌呀。你想听什么？谢谢这位朋友的夜店。你想听什么呀？没有，这是一个赞的，买东西送的。这是一首歌名吗？还是说前面是人名，后面是歌名？哦。这么长一趟都是歌名，哇塞！我换个软件。这个软件好像没有，是没有，是那个什么的。什么？看上去有点卡，的确是有点卡。稍等，我要换个软件。哎，
放个 MV。有 MV 吗？啊，对，主要是因为我没有会员。不管咋弄，这个头发今天感觉这样。刚才这个备战高考这位朋友。想纹就纹，纹眉反正不好洗。嗯，目前来看，你这个备考阶段应该都挺不错的发挥。备考阶段。你平常这个测印啊、复习啊什么的，搞得都挺好的。嗯，我看一下。嗯，但是吧，我觉得你好好复习吧，好吧，我就觉得你好好复习吧。因为这个看起来你考试的时候发挥会比你平常备考的时候发挥要差。这我也不会什么这个办法，所以说只能就是你自己好好，最近这个时间就是可劲冲吧，你往就是好好这个复习复习，把自己的分拔高一点，知道吗？啊，对，就给自己再加油一点。就是你看你平常比如说平常你考500分，你就给自己给努力的给自己提到550分。
我打个比方，我不是说你到时候会考多少分，就是既然看起来感觉好像你这个发挥会稍微有点失利的话，那么就你平常就只能加倍的复习，加倍的学，把自己分拔高一点，这样你也不怕。一个月怎么了？我跟你们说，之前我们学校有那种就是高考前两个月从理科转文科的，到最后人家考的可好了。就你来得及的话，就什么时候都来得及，你只要好好这个，什么时候都来得及。咋不够啊？那想够咋都够啊。对呀、啊、我当时我们学校那个就是理科转的文科，本来理科就是中等水平，后面突然之间他就说我不行，我要学文化，他去了考了个一本。所以说这个逆天改命什么时候都有可能的。谢谢，你又想听什么呀？好的，再换个软件，每天在这几个软件里面四处寻找。是这首歌吗？就脑瓜顶这个地方十分的发急。其他地方颜色都很正常。怎么回事？记得之前就看很多人刘海都像我这个这么长，然后他们就感觉很漂亮，然后我就很好奇，我说这样真的也不扎眼睛吗？人家回答我扎眼睛啊，但是好看吗？我说行吧。最后我也变成了这样的人，好扎呀，好扎眼睛，不然为什么一直扒拉他呢？喷发现没有，有人就喜欢这种在眼睛底下的感觉。谢谢谢谢这个朋友圈照。
今天大家有这么多疑问吗？这叫什么？求知。啊，只想夸夸好看是吗？啊，对呀，感觉很像动画片里面那种刘海。但是是真的眨眼睛，真的吗？我跟你们说，我最近在看一个动漫，它叫《间谍过家家》，里面的那个妈妈，她的发型我都会思考说，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做头发的方式吗？真的很离谱，怎么会有人用这种方式扎头发？谢谢这位朋友的意。妹妹说她是这样的，她是两个头发这样，然后是这样，这面放这边，然后这面放这边，然后扎在前面，这样的一个头发。我说这是正常碳基生物能想到的头发吗？我的头发都这么长，做不到，真离谱，真离谱。不是，主要是你们知道吗，那个头发那个发型，正常来说我们常人看其实是这样的，这面留一撮，然后啊这面留一撮，这面留一撮，然后这后面这个地方就是这样，哎，这样挽起来，这就应该是正常人会觉得说他的头发的样子。但是好离谱，就是会让人怀疑，就是说这个作者你真的是认真的吗？对啊，交叉在头顶上，这真的是认真的吗？对呀，但是他没有给我数字啊，我在等他的数字。咋是等我跟你来一段数字吗？你是干嘛？你要考试还是要干嘛？咋你脑袋没有缝啊？假发脑袋都有缝呢，看着发缝就说秃，真的无语。
本来就是啊，我这个一低头，我扎个头发就说，哎呀，你秃了，你秃了，我露个发缝，这个发缝很奇怪吗？是人不都有画发缝吗？你平常你说话，你低个头，抬个头，你脑袋顶上没有旋儿啊？开玩笑，别人觉得好笑才叫开玩笑，别人觉得不好笑就是没礼貌。我这不针对任何人啊，单纯针对这种那个，把自己这种自以为很好笑的抖机灵这种说出来的这种，真的很离谱。完，刚才什么竞赛，还有什么？一下忘。又要考研，又要竞赛，好忙啊！而且写在备忘录里面，不然我自己就会忘，说着说着就忘。对呀，这么忙碌了，竟然还有时间过来看个直播，真的是让人受宠若惊。平常这个因为这个考试心里挺焦躁，挺操心啊，那并且也不是很顺利啊，感觉。自己要脸就别说那种不要脸的话啊！学校的事多，这很正常。这，你看你又竞赛又那个什么的，嗯。啥时候考试啊？竞赛啊，不，考研和竞赛是几月份？我这不太了解。我怎么感觉好像我问过这个问题？考研十二月份，十二月份的考研，嗯，我考研，我大几呀？我就考研，七月份竞赛，七月前完成竞赛，嗯，七月前就是四六几觉挺麻烦的，竞赛感觉没什么问题啊。你这个竞赛就，考研的话感觉结果不是很理想。就你有自己这个想要去的这个地方吗？
不是很理想，不是说你没考上。怎么上来就开始心碎了？没有一门心思说我就要去考这个学校，我就要去这个专业啊，我就要跟这个导师，没有没有没有这种这个吧。多给自己点选择嘛。反正感觉这个成绩可能不是很理想。俗话说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我都这么说你了，你自己心里有点数。现在开始学，头悬梁，锥刺股。知道吗？现在开始头悬梁锥刺股，就为了说我，就为了到时候你跟我说，你说的不准，我考的可好了。上海要求分英语很高吗？还好吧，考研不是很了解。那你就要这个付百倍努力了啊！跟你说，你就在这个，别人付这个100分的努力，你付10000分，让这个30%的概率变成300%。大家都考过研，大家都这么了解。对，这种东西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我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学校的考研宣传片都参与了，还要纠结46级，挺偏科呀。哎，这歌是不是放了10000遍了？赚了。哎呦好！但是我问个题外话，就问个题外话，你想不想回答我都可以。平常，这最近啊，你不会最近想搞对象吧？我就对我。
你有对象啊？我说嘛，啊对，没事儿，我就平常瞎看。哪里震惊？这很正常的事情。哎呦呵，那我是做不到这一点了。哎呀呵，你们怎么回事？我喝冻柠茶。我跟你说，谈恋爱有点耽误你考研，有点耽误你学习，你自己寻思寻思，自己掌握好这个度啊。没有劝分，就告诉他这个有点耽误，不要沉迷搞对象。完了，听不到了。行，是个狠人。我记得我们之前我们学校初中的时候，有两个人早恋，找对象，一路搞到了高中，俩人一起考上了清华，还是一起考上了北大。是两个狠人，合着人家俩就真的是每天在一起研究学习去了。掌握好，好好学习。谢谢这位朋友皇冠。一起读博很正常嘛，两个人这个携手并进。为啥互相伤害？没读过博士，那得让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博士来讲一下。
然后发现这个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这个人才济济啊。我想起之前，我这有之前有收到过什么翻牌啊什么，类似于说什么，这个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啊，然后就是，平常这个谢谢你这个怎么激励了我这个博士，我这个学术研究都已经搞出来了，然后说你可以去百度搜搜，你可以去百度搜一搜我的学术研究。我的学历不配了啊，这样是很我看不懂啊，连中文都不是，我都看不懂中文，我就已经这种学术我已经看不懂了。哎呦还有这么高级的事情呢，好坏啊。反正太好笑了，今天大家这个每天，今天大家问的问题都很神奇，什么会不会被骂，我的虚拟偶像，真人与皮套人的 CP， 大家今天问的问题都很有深度啊。可不是的。好，不要想这些，这个，真的吗？你毕业论文最先也写了我，太可怕了。什么鬼啊，还有这个今天还有这个我朋友想问一问这种非常高级的问题吗？因为感觉今天大家问问题都太这个太神奇了啊！对，啥问题高级？笑死，不高级也可以问，就是用这种就是非常神奇的问题。谢谢这位朋友圈长，你想问什么？我听一听。谢谢这位朋友圈长，然后回答我一个，我想问问你觉得我头像是不是很好看？我也上来。我就开始辱骂，没有，大家认真思考吧。你磕的今年会有双人舞台吗？行，千万不要说你说的是你磕的是谁，应该也没人知道吧。哎呦呵，好多酒啊，晃瞎了我的眼。哎呀妈呀，一说这个不困了啊，是吧？我喝口水。
先看一下。谢谢这位朋友的权杖。哎呀妈，那是真纯元呢。虽然不知道你喝的是谁啊，但告诉你没有。林黛玉跟孙悟空还有 CP 啊，我以为林黛玉跟伏地魔 CP 已经很离谱了。告诉你没有，你想听别的吗？要给你细讲一下为啥没有吗？给个台阶你就下，给个杆子你就爬呀，还真的是。给你客套一下，你还当真？CP 呢？我之前很多人。说什么自己的 CP 会不会这个和好啊什么的，都会有个钱，你这也有个钱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你这根本就不是什么，两个人有什么交集的人，就是现在早人就没交集，人之间这个已经没有故事，没有交集。你在这儿幻想什么呢？然后吧，你看，体为钱，就是我刚才说的。然后呢，离为火，离呢就是一些美丽啊，灯光的东西。那不就是舞台吗？舞台人漂漂亮亮的，有打光。舞台，离为火，火克金呢？火克金就是克钱，就是证明没有，啥也没有。然后互也互挂也是钱，还是我刚才跟你说的，一点联系都没有。然后变卦是艮，但是艮吧，它为阻碍终止，就证明说这个已经早就没了。然后互为训，训就是联系，用互为训呢、就是联系。然后但是被体克住了，克住什么就证明连联系都没有，也不知道你到底喜欢的是谁呀、虽然不好奇你喜欢的是谁啊，但告诉你，
连联系都没有，你还选了舞台，你做梦。谢谢，谢谢这位朋友的夜蝶。哎呀，啊行啊行行行，这怎么就很悲伤了？你知道他说的是谁呀？你就悲伤，你这个悲伤来的也是猝不及防。哎，腰疼。然后下一个是谁？我看一下。下一个是带入了啊，带入又带入了。下一个是谁啊？下一个自己站出来吧。我有点忘了下顺序了。那应该是这个，摆烂的那个，是吧？摆烂的那个，快站出来！醒一醒，不要摆烂了。去哪儿？认识他的朋友可以赶紧找一找他。再等他30秒。对。行，30秒过去了，下一个。嘶吼的猫，啊对对对啊对对对，看我这个形容多么的具体又形象。你想知道什么呀？没关系，你就非想要我，没关系。对，为所有爱执着的痛啊！哎哎，随便你，你最想说什么，都可以。把游戏戒了，这么难的事情，你给个数字吧。Thank you.
好啊，你拍下一个。刚才口袋包里发弹幕好惨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哎呦，啥要把游戏戒了？嗯，太努力了。你也就是不是这个苹果用户。不是你这卸载了之后，你再安上挺困难。这个刚才说这个叫什么？游戏占用你的休息时间，没有用啊！你戒不掉游戏，戏就是想玩，就是想玩游戏，哎，管不了，这咋办？哎，就想玩，世界要是毁灭了，也等我先玩完这把游戏再说。地球还有20分钟爆炸，哎，正好还可以再开一把。哎，对，就到这种地步了啊，自己寻思。所以说你自己你戒太扯了，不是我不让，是人自己不想要。这不怪我，这真不怪我。嗯，控制自己玩游戏时间就感觉做不到，这咋办？就想玩。会不会慢慢就淡了？我看看。还给自己找了好几种这个理由呢啊！想想啊，办不了啊！这可怎么办？难舍难分。要是有一天我被关在了一个无人小岛里面，一定要网络和游戏。没事儿，没电没关系。就这个瘾呢，我跟你说，他都能在无人小岛上建个发电站。到这种地步了啊，喜欢死了。就喜欢，没办法，这怎么办？有这么喜欢吗？有啊，就这么喜欢。所以别寻思这事儿了，难舍难分了。这个刚才努力的这个又把口袋装回来，把这个万恶之源装回来，这位朋友，
你想问什么呀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书给的真好。看起来一点都不随便呢。迎难而上啊，迎难而上。这你刚跟谁断了联系啊？上次想的那个。这我都知道啊，对，这我都知道。对啊，一样执着，啊是，五一断的，五一才断呀，哎呦，是，这真是刚刚啊，新鲜热乎劲儿呢，啊啊哎呦。哎，这我能说什么呢？这我能。嗯，心意已决。嗯嗯嗯。对呀、啊，这断联系之前没先再修回去啊。凶崩了，这是人家把你给删了吧？你是这个说想就是还是想看看你跟这个人有没有一些缘分，还是说你想说我要有新的世界？啊，不想，就想看看新的世界是吗？你猜我这个笑代表着什么？谢谢谢谢这位朋友的皇冠。诶诶，我也不知道卡没卡上啊，看不到。旧的断了，新的没有。你就这个，嗯，谢谢谢谢这个朋友圈长。你就怎么说呢？夏天和秋天你就别想了，冬天和明年开春你再看看吧，冷静一下给自己。现在开始苦练这个，凶被人凶，然后回怼回去的能力。怎么样？下一次被人凶的时候，这个还可以，这个不用懵，不用这个被人杀了之后，开始在睡觉的时候想说，哎呀，我早上的那个骂架呀，这个时候应该这么骂就好了啊，不用这样。哎呦哎呦，啊行了行了，过去的咱不提了啊。一点机会都没，你还想
你还想回去什么回家的诱惑，那你给我问什么新的呀？啊，一点啊新的，嗯，反正秋天和春夏天你就别想，等冬天吧，等年末吧。啊对呀啊对呀，反正这样也挺好的啊，到时候再看看吧，不是说一定会有的意思。这是什么呀？刚才送了一个皇冠的这位朋友，想听我坑蒙拐骗一下，我想形容一下他的头像，但是我发现我看不出来是啥。都看不出来是啥，都在那看了半天，我发现看不出来是啥，应该是潜艇吧，这不知道这个人知不知道自己是个潜艇。这位潜艇头像的朋友在吗？看来他不知道自己是潜艇，说不准他真的不是。紫禁城的风水咬人，什么鬼啊这首歌。那行吧，那先下一个吧。真的是，哎呀，高级！大家怎么会有一个这么高级的这个？大家这个频道里都是在学什么的呀？真的是。你说吧，你给数字吧。看到这个人呢，就是想要知道求知的欲望是不能这个，我能说什么呢？此执着，我也没有什么办法。但有的时候，人执着真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，锲而不舍。没有。有没有一句话，啊，这个有没有人跟你告诉过你算桃花不要拿我的生日？好，那也不好使，你这用都用了，告诉你下次不用了。春天的花会开。春天，这是哪首歌啊？
我发现有好多首歌里面都有一个春天的花会开。任贤齐，那肯定是我的这个软件没有，换个软件。王云云怎么连这首歌都没有？为啥这个蒜桃花最好不要用我的声呢？可能就是不是很好，不是很吉利啊。你看看我不就知道了吗？这会是一个什么好的数字？嗯，就是你这个现在心里面还在想那个男人。我每天的话好像复制粘贴的一样。哦，真的不再想了吗？你想算另一个？嘴也太硬了吧！你朋友天天说他喜欢你，你又不喜欢他。真啥啥啥啥啥都没有你嘴硬，你对他是好感。是啊，他是你朋友，你肯定有好感呀、啊。没有说你个人一个人能跟他成为朋友的呀。这不很正常的事情。行，算了，也不冲突，反正都是男的。嗯，会不会在一起？我看看。你拿我的生日问你们俩会不会在一起啊？每天做事都想看你这边，他是不是他这个操作这个那么临床的没学好，想抄抄你的呀？城市，哎呦，看看，拿这个叫什么？拿我的生日看看啊。啊，对，这有啥好生气的？为啥叫生气？因为我累了，我累了，我想靠在这个沙发上休息一会儿，让我的腰冷静一下，仅此而已。生气，看看，这边呢是劝你，就是别在一起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反正你们俩在一起也会分手的。
啊，对呀，反正就是，如果说你不是抱着结婚的目的的话，可以在一起，可以谈一谈，但是劝你不要爱太深。干嘛，狗蛋？为啥？因为就是后，如果说，怎么说呢？如果说你们俩如果，这也问啊，我看看啊，你们俩刚在一起，谢谢这个朋友圈。如果你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应该就是像两团火一样，懂吗？就是像两团火，两个人，哎呀，可稀罕彼此了。天哪，等会儿，稍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个充电宝。方云月的手机只有1%了，我去拿个充电宝。哎呀，还好有充电宝，续命真的是，因为我这边没有插销，赶紧去拿了个充电宝。我说感觉好像他，因为这个手机他在放音乐，我说感觉好像看逐渐看不到他的电量，然后扒拉出来一看，1%，吓死。等会儿，继续放我的音乐。我说到哪儿了？我看看。就是，就是之前两团火，哎呀。可喜欢了，但是呢，后面会怎么样呢？就是因为异地啊，平常肯定少联系啊，包括这些东西，就是可能你这也挺爱打游戏的，这也聚少离多的，所以说两个人会吵架，可能打游戏你玩的比他好，或者是说他给你他把红打了。啊，然后这个你们俩容易吵起来，吵起来之后呢，这个对方啊估计就没有那么喜欢了，后期就会变成你在付出，但是对，但是人家就冷淡了。对呀，所以说就是
就是这边呢不是很建议，但是你要是非说我不管我就想啊，好吧，也就是告诉你不要太爱。你看这一下子就有人又有同感了。看来这也有个经历很多的人。对，但是不要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什么什么，然后就反正当下看你自己的。什么鬼啊，这刚才好像还有一个。没有想到，你看生活处处都是，处处都是这个故事。我今天这功力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？这个刚才那个猫屁股呢，都是很礼貌的猫屁股。对，哎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你是来点歌的，你想听什么啊？靠近是哪首歌？完了，一问这句话知道我不会唱。葛大今天刚洗了澡，就是他有点厌世。给你放这首歌，不要啊，不要这首。那你要你那想放哪首？啊啊，好好好。那你想听哪首啊？我倒是现在很厌世，正在厌世中。谢谢这位朋友的全场。我的天哪，你这一天天。下句是都不如跟你聊天是吧？玩尬的。阴天啊，对呀刚才这位朋友你还想知道啥？这每天问的问题都很你不是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感觉他快把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号爆出来的那种感觉。真是很相信我呢。你说我听听，你这次也想问什么？
拼出了一个这个感觉，拼出了一个你自己的画像。你的朋友什么时候分手？你还挺八卦，给说字吧。他女朋友说了不结婚，你去要问问他们什么时候分手。哎呀，这不很正常吗？目前来说是分不了，目前分不了手。你要想等他分手的话，得等到冬天。行吧，还有点失望，但也说不准。说不准这个夏天也有可能，因为夏天本来火就旺，然后这次这俩人吵的应该挺严重的，可能会拉黑啊什么那种，吵得非常严重。但是这个就说不准，感觉不太像是特别。就是这次就算夏天没分，冬天估计也就分了。那都要看节气。哎，站出来了。你别跑，看节气的这个人。太感人了，不提醒我都没发现。另外一个什么天，雨天是吧？你朋友不是什么，就是看起来像是，就是这次虽然吵，但是并不代表说两个人他就一定会分，知道吗？就他有个过程。首先呢，就首先呢，就是两个人吵架肯定会拉黑呀什么的，然后拉黑完之后呢，他可能会有一个心理，就是说，哎，我要不要复合这个过程。反正彻底放下，冬天估计就自己放下了。就是人家自己的选择嘛。就是人类幼崽挺烦人的。
都是看着别人家的好玩。对，个人选择。刚才那个潜艇呢？潜艇不会又沉下去了吧？跑哪里去了？对啊，这一瞬间刚才刚出现，一瞬间又下去了。可能人家只是想送我一个礼物，但他社恐。估计是吧。那应该也不至于吧，可能他单纯的不知道该，他一下子也不好奇这种东西。等会儿等会儿就这个笑死。对啊，听着我坑蒙拐骗。对，这都是我雇的群演。啊，对啊，我的确社恐。是啊，是啊，就我不管说啥都说。对呀，你怎么知道？嗯，是的，是的，我看看。除了这个潜水的以外，是不是其他的我没有忘记谁？哦，不能吧。这么一说，正好换了一首歌，让我赶紧把它切掉。让我换个软件。不好意思，实在是没有，实在是没有这个会员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可能就要下了。为什么今天我嘴巴好白？可能被我吃掉了。我没染头发，掉色了。今天我的嘴巴很不自然，说说你们可能都不信。我在这个用勺子喝汤的时候，把我这里面的这个地方给划坏了。没有，就上面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，我没有口腔溃疡，但就是划坏了，对，勺子划了，并且你们都不敢相信，是塑料的勺子划。就里面的肉，它给划坏了，并且还划了好几道，因为第一次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，我说哎有点痛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感觉正常来说应该不会滑到的，但我继续滑到了。
我喝汤，我用勺子，怎么可能用吸管喝呀？对，我说话一直会碰到。是啊，我就是懒得刷勺子，所以才用了个塑料的勺子。那我喝汤烫的料怎么办？我一般都用那个什么洗碗机，洗碗机是21世纪一个非常不错的发明。现在我都没有这个叫什么洗过碗、烧过碗，在家每天都用洗碗机。啊，那可能是因为你吃饭这个什么吧，我一般都是拿洗碗，就是把那个吃完的那个菜饭碗拿水冲一下，然后我就在扔洗碗机里了。可能家做饭做的比较多，我家做饭比较少。啊，对啊，每天一种新的受伤方式。你吓我一跳，没办法，放的是 MV， 大家这个宽容一下。这方舟哥准备下了。好的好的，虽然我每次说自己早睡就是说说而已。嗯，所以大家都不互相戳破啊。对啊，他再不出来没有机会了。看来潜的有点深啊，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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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潜下去了。隔段啥也没干，他在睡觉。好啦好啦。晚安，大家早点休息，我下了。拜拜。